每天只要我坐在直播间里，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有价值。当我跟那些听众朋友们交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一天都特别美好，特别充实。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，所以我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儿放弃我的事业。媳妇儿，哎，别摸了，别摸，都在呢，都在呢啊！你那俩也在，老公你也在，啊！差点就不是原装的了。敢，敢砸我孩子奶瓶，我跟他玩命去！我，哎，摸摸毛，吓不着啊！好嘞。你这腿还发软呢，干嘛带我来逛商场啊？我这不带你分散一下注意力，缓解一下心情吗？啊，压压惊，压压惊。不去，我想回家。回什么家？媳妇儿，听我一次啊！哎，媳妇儿，行，哎，就这小鞋做的，哎，呀，多好玩！兔子是耗子，俩耳朵这个。下面您慢慢听着。走了，媳妇儿，走回家。哎，我都查过了，对。你叫方大同啊？方大同不咱爸吗？你买东西签爸的名字啊？咱爸的卡我不签，咱爸的名我签这名啊？刷咱爸的卡呀？咱爸的卡怎么跑你这儿来了？咱爸给我的呗。这少蒙我了，胖子，是不是你偷的呀？媳妇，你说话太难听了，怎么就我偷的了？就是咱爸的卡，我就算拿了，那也不叫偷。真不是我偷的，爸给的。早上爸去家里，我让你交代事儿，你交代了吗？我交代了呀。说了不要那房子。说完，咱爸就跟我急了。编，你继续编。我真没编，咱爸一老军人，老革命，一个唾沫一个钉儿。他答应给的东西，哪带往回要的？咱爸今儿来就特意给这卡送的。你是不是之前跟爸哭穷来着呀？我没哭，咱是真穷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赶紧把这卡给老爷子送回来。咱爸那么老远倒了好几趟车，特意给咱送这卡的，那都咱爸一片孝心，你一片苦心。咱俩的孩子是咱爸什么人啊？那是他亲孙子，这亲爷爷那不得给没见面亲孙子表示表示，是不是一点心意？行了，你妈呀，你想明白了你？我跟你讲，方乐，我现在心里特别矛盾，这孩子他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，一点准备都没有。你说咱现在左手是房贷，右手是这孩子，你说咱们被夹在中间，我这压力太大了。行，我觉得我理解，你说的都对，我明白你现在的确压力特别大。但是呢，老公觉得吧，你这个压力呀，不仅仅是孩子和这个房贷，最关键是你白天还得上班。我觉得工作才是你现在最大的压力，你知道吗，媳妇儿？要不你就把这职辞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对，媳妇儿，饿了好，那个咱找一地儿吃口东西，然后老公过去慢慢帮你分一下。第一，你直播间里那些个设备啊，调音台什么的，多大的电磁辐射啊？这辐射是最影响胎儿的正常生长和发育的，这你清楚。第二，你那节目是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，这一个小时里边必须得精神高度集中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我都上网查了。精神紧张是导致孕妇流产的罪魁祸首，这应该你也清楚啊。第三，就算咱两口子是混不吝，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啊，这栏目也得要，这钱也得挣，咱们吧唧把那孩子生到直播间里都没问题。但是您想想，您后边呢？您得回家带孩子喂奶去吧？您横不能这边说坐着直播，这边喂着奶，说：“哎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贾圆圆。哦，宝宝吃奶，这多寒碜呢，这个。”所以说，您这主播这位置啊，早晚得让给别人。啊，对，还有今天那个你暗访那事儿没说呢，多危险啊！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后边得出多大事儿！哎呦，我都不敢想，我现在这心咚，哎呀！可以呀，你以前没看出来啊，
头头是道，有理有节。底下练了多少遍了？倒是经过深思熟虑，但句句肺腑。够鸡贼，够圆滑。外圆内方。我也给你交句底吧。这孩子到底是生还是不生？我真没想好。但我就算把他生下来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辞职。你看，这没有这么说话的。咱们说什么，那宝宝都能听见，那宝宝天天多伤心啊！啊，宝宝不伤心啊！妈妈跟爸爸闹着玩呢啊！不伤心，不伤心。而且，当时知道怀孕的时候，你不也挺高兴的吗？高兴那是第一反应，正常；担忧那是第二反应，更正常。而且再说了，这事儿我都没想好怎么跟家里、单位里交代呢，你就把这事儿给我抖了出去了，啊？房子也要了，钱也要了，你这不逼我吗？房子我可以不要，钱我立马给我爹打过去。那你总得给我们老方家留个后吧？我问你，嗯，有什么事儿是你一天不做，你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、不舒服的？媳妇儿，这儿这么多人说这不合适吧？我踹你信吗？吃饭睡觉被你欺负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每天只要我坐在直播间里，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有价值。当我跟那些听众朋友们交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一天都特别美好，特别充实。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。所以我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儿放弃我的事业。咱总能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吧？那你别逼我，给我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。行，但是有件事咱们俩必须得做了啊。什么？爸给我打电话了，大姐让咱们俩明天去趟医院，做个检查，健个糖。哎，对了，我得再去打电话去，坐着。少抽烟，少喝酒。好好的，嗯嗯。秦主任，来，小玲，进步很快啊。谢谢。补充点维生素。佳佳，我也想补充维生素。来，接着。